你知道印度女孩能流出钻石眼泪的事情吗？当一个女人哭泣的时候，可以用钻石来形容她掉下的眼泪，非常珍贵。不过在现实生活中，真有一个可以流下钻石眼泪的女孩。这位来自印度的12岁女孩名叫 Tina， 她小的时候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，但是突然有一天，她的眼泪变成了一个透明的小硬块。每当小女孩的眼角处出现泪水的时候，一颗像玻璃碎片的泪块就掉落了下来。这些晶体就像一颗钻石一样。印度电视台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邀请他们去做节目。女孩在现场再次表演了自己的特殊能力，通过流泪产出了许多硬块。她的爸爸拿起其中的一个硬块，将书籍轻松划破。硬度和钻石差不多。对小女孩的这个特殊能力，医生也曾花费大量精力去研究，但至今未能解开背后的原因。这样的特殊能力，你想拥有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